四百年前，远东第一所西方教育高等学府在澳门创办。这里机遇处处，创造历史。时代向前，澳门大学是澳门特区政府唯一的国际化综合性公立大学，有独特地位，肩负着培养人才的时代使命，曾获多位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，凸显澳大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。在这里处处都是机遇，开展人生。Here I can discover my strength and develop various skills. 知识世界浩瀚，澳大的全人教育可以装备青年走向未来。我在这里寻找一条适合我的路向。科研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和引擎。这里获国家批准成立了三所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汇聚顶尖人员、先进设备。我们努力为澳门、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，与国际接轨，驰骋于自由开放的育人环境，学习更有动力。多元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交流，大学认识的朋友陪伴走过高低起伏，一起克服挫折，结伴学习，一起成长，寻找创新机遇，向前迈进，跟世界各地的国际生一起求学生活，跨越地域界限，开阔视野。澳大推行专业、通识、研习和社群教育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。书院是实践社群教育的学习和生活社区，师生同宿共善，一起组织活动，培养兴趣，训练独立思考能力。大学课程主要用英语授课，八成老师来自全球。在这里，不同的想法互相碰撞沟通，让文明共融，大家互相打气，直至踏上梦想阶梯。澳门中西文化交汇，机遇处处。学有所成后，可以投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，也可以为澳门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发展的定位做出贡献。机遇由澳大开始。